就是我是想展示，就是这就是我们目前的一个生活，我们就是这样，对，就是我们很普遍，就比较普遍的去做这个核酸检测，比较密集的去做，然后我们在一段时间内，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次，对，这就是我们目前所，正在进行当中的，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独有的一种，生活方式吧。其实是从上海好像之后，然后大家就是各方面都会，管得都会比较严格一些。对，我们的生活就感觉好像，有点类似于被禁锢了，有这种感觉。对，就是很多这种限制或者是说规则制度，会把大家都会压得有一点喘不过气。对。这个拍摄项目就是，正如我所说，就是我会一直去持续去拍，然后我会一直，追踪到疫情结束。如果他到我死还没有结束，那我就拍到死吧。